二叔，你怎么这么和祖母说话呢？看来我说话是不管用了。不想死的话就别动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二爷难道不知道吗？不如你就真的跟了我，嫁到督军府，如何？二爷别忘了，你是有未婚妻的人。怎么，吃醋了？ 二爷多虑了，我就算想嫁进督军府，也绝对不会嫁给你。要嫁，我也是嫁给少爷。嫁给少爷，别痴心妄想了。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人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，永远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 让你好好待着，别动。 为什么不听啊？我又不是二爷圈养的圈儿，连出个门都不行了。要想在督军府活命，就得乖乖听话。那你相信我吗？我们如此亲近。 几乎寸步不离。你要想杀我，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用这么迂回蠢笨的方式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二爷不必道歉。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丫鬟，受不起。不相干的人，给我出去！二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上回穆提受伤的时候。 说得很清楚，不要跟我耍心机。看来我是说的不够清楚，我今天才来提醒提醒你。二爷，我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。要是我有哪做错的，现在听明白了吗？二爷，我可是方家未来的少奶奶。少拿少奶奶的身份跟我说事儿。 你是什么样的货色，我心里不清楚啊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穆提是我的，谁也不允许动他。这回听明白了吗？我没有伤害他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是我知错了，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 我不会杀你，你最好是知道错了。若是穆提少了半根头发，我就在你脸上拉上一刀。我看你到时候成了一个大花猫，还怎么嫁进我督军府做少奶奶？是。二爷，从董家带回来的活口都审过了，他们嘴很严，什么都不敢说。既然留着没用，不如杀了。那要不要告诉董小姐？董家灭门的真相还未查清，一旦发现他的仇人不是我，一定会去找真正的幕后主使。敌人在暗，他在明，有人知道她是董家大小姐，随时都有可能把她杀了。 只有把他放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我才能时刻保护他。那你来做这个仇人，吃这个哑巴亏啊！他早晚有一天会知道，但不是现在，就当还董先生一个恩情吧。二爷，你对这位董小姐不只是恩情这么简单吧？ 那天晚上赶去救董家，晚了一步。这样的事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了。二爷，都准备好了。 拿着，干嘛？教你开枪。我不要，我不学开枪，我不要，我不学开枪。你知道那天晚上为什么杀不了我吗？要想开枪，首先要打开保险。 对着你前方瞄准的目标，想着那是你最恨的人。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这个恶魔！放开我！把你枪口对准的位置和你射击的目标连成一条线，瞄准，屏住呼吸。这世间曲终人长离散。 飞的雁也不再归岸，看寥寥炊烟，看宇宙长晚，看不完人间的聚散。时光流转，何为不变？不过笑谈一片，恩怨纠缠，也尽放弃。